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。对啊，无意间的对着你微笑。他笑什么？我不知道告诉他什么。他笑什么？哎呦！好可爱！你在写功课旁边，东东就默默的一直站在旁边。你陪哥哥写功课吗？而且你都没有讲话，对不对？反而是爸爸忍不住讲话。嗯。哦，好。东东不会讲话。但是他会那样呜呜哇哇的、啊。他没有啊。你想要翻那么多笔画？其实光是要写一个口就要用三画了，是横折、横竖。对，这样才会漂亮啊。要不然，那你前面的也夹上哎、欸，上一片也夹上哎、欸，这个我还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。这是才发回来的。才刚发回来。对啊。你目前为止还没有假上的，全部都是假上的。目前累积的没有假上百分之几？目前全部都是假上，已经有两个还三个了，全部都假上。我想要我的目标是要拿到假上行星。你怎么换到这边来了，东东？番茄，等一下，我帮你看番薯。番茄的番好像有草字头，好像是草部的。看一下课本。哦，那可以，课本是这样写的，可以。好，那你就照吧。以前学的跟我们现在学的不一样。对啊，课本的比较准。东东好厉害哦，东东，他沿着你的椅子扶着，从这边绕绕绕绕了一圈，绕到这边，蛮大一圈的，像绕绕。而且他还要扶着走，他一个动圈过完就会倒。对啊。他发现我的。那么多假上握，因为老师说要尽量挑有学过的字来写。你看这边都会学过的字，嗯，所以才会有很多假上握。
要订正的。只是注音而已。所以没有扣到分数，就只是注音，所以扣到分数。好，下一个就茄。但没关系，我还有茄子可以炸。对，番茄的也是茄，是茄子的茄。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番茄酱，番茄做成酱。茄子才是炒布啦，你记错了啦，茄才是炒布啦。茄子炒布对。茄子是炒布，番茄不是炒啊，而且它这边也没有变形过的啊。嗯。我知道，小爱同学自己就讲话了。东东饭跳起来了，我准备拿了。没吃饭啦！哦，好快哦！哦，好快哦！好快哦！好快哦！哦，快追上了！快追上了！好快！哦，好快哟、哦！好快啊！没入错。对啊，那好快哦！你发现什么了？我转弯，看你能转弯吗？转弯！哎，他不转弯了，要转弯。快来呀！好快呀，好快呀！好像一二三木头人，对不对？他一转头，我就梗很靠近他。当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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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去拿你的饭了，我们一起去拿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拿，拿你的饭起来，去拿你的饭，去拿你的饭，饭在这。哎呀，酱，番茄酱吗？你看他来找我亲了。为什么不是找？他是要找这个。你自己过去亲他，当当。想咬一口，听到了吗？终于听到了，我差一点点就把它咬下去。我抿它，用嘴唇抿可以，嘴唇抿可以。它已经被吞了。哥哥 no 啊？为什么哥哥 no 呢？不能咬它、啊。对，对，他说对，对，让爸爸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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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亲。听到了，好，带走。